现在我把秦刚公的内容和它的起源跟大家介绍一下子。秦刚公从我师父教给我都是单传，但我师父大半数是我师爷教的了。我师爷是湖北武当山太子坡的出家，我师父是在陕西山阳县大天竺山出家，但我师父教给我的时候是在陕西华县，就是现在的华县，古代的华州，三国的张飞在那儿古城，就是那个地方。那么教给我的时间嘛，那因为我本身上也有病，所以把这个金刚功先教给我。练的不到两个月，我本身一些的病消失了。我大概把这个第一步，第一步两手插顶立三焦，它是调整三焦之气。三焦在胸部到上到手为上焦，从心口到肚脐为中焦，那么从肚脐到下到腿到脚为下焦，这是三焦。三焦的气是第一个带动冲脉，人身上有八个大动脉，有冲脉、带脉，有阴跷脉、阳跷脉，有阴俞脉、阳俞脉，它一共是八个大动脉，你看，冲脉、带脉、阴跷脉、阳跷脉、阴俞脉、阳俞脉，这是有六个，阴俞、阳俞，阴跷、阳跷，有任脉、有督脉，这个任脉或督脉是在人的前后，那么冲脉在中间，人身有三条大路，最重要的就是中间那一条冲脉，这个带脉是在人身的一周围，一共是八个大动脉，八个大动脉，刚刚我们这八个工作，八步，一步代表一个动脉，那么另外一说，一脉动，百脉俱动。也就跟你们开机器一样，你这次一个机器发动，全机器都能动。最要紧的就是一道冲脉，冲脉下边从阴跷脉开始，一直的从中间冲过脏腑、冲过心脏、冲过脑海，一直的到大顶，到这个人头上百会，一直到上，下至脚心，脚心有一个涌泉穴，它上下直接通。咱们这个上下这个一个脉一通的话，这七部脉都通，因为它通过心脏。那么人的脉络一动，就从你心脏发起了，你心一动，八脉俱动，心脏为一身之主，那么肾脏为一身之君，脾脏为一身之气旺，这三个大脉络一动，你要知道我们出家修道人也是这样，主要练的这三部大脉，一个脾脏属气中之旺，那么一个心脏能长生，心一动百脉俱动了，肾脉属一身之君，那么万物离土不能存在，那么万物离水不能生存，另外万物离火是绝对不能动，这就是这三个大动脉。那么这个八部金刚连着八个大动脉，那么身上的有病是这个气血不通，周身的脉络不活，他才有病。人最怕就是肝脏，肝脏一恼怒就影响心脏，心脏一动一有了病，那么气饭饱伤气，气饱伤身，那么大部分得肝癌、肝炎、肝浮肿、肝硬化，肺肿，都因为肝脏的上气，肝脏执掌全身的力量，那么胃生血，脾通血，
肝止血，心养血，那么肾脏能活血，没有肾脏之水，血压高必然要高。现在的好多血压高就因为你肾脏的水亏了，血不能上来，水火不平衡必然要生病。这是这八个大脉络通往我们五脏六腑的内病，通往七经八窍啊。我们两个手属于上邪，那么一个属于东南，一个属于西南，那么两个脚，一个属于东北，一个属于西北，那么四大正的就是南方属火，北方属水，东方属木，西方属金，那么中间属戊土。那么为什么肝火肺在上，那么肾脏火心脏它为什么它有这个两下的肾脏要和心脏相对，它是心脏在上属南火，肾脏那么属水在北方，肝脏属木在东方，心肺经在西方，中间属戊土，这是五脏的分别。那么我们人身上就是头部在上为南，身体在下为北，这是上下分开来。那么胸部的前边属阴，后边属阳，那么身上就分上下东西南北，那么四部就是一共分四面八方，大家都知道这个身面已经分开了。那么金刚功的第一步，两手插顶立三角，那么就是调理这个冲脉或一切的动脉都动，它不是一个脉络动它都要动啊，它调理这个三角的气，把三角的气综合起来，它然后再调整五脏。五脏第一步先调理肾脏，手足前后骨肾腰，他先调理肾脏，肾脏是一身之君，就像我们用电，它是电的，它是电的最后的那个发电的那个电源，它发电那个电源没有你各种的电绝对发不动。如果我们身上这个肾脏的气不够，那么你养周身的力量都没有，那么世界万物如果没有水，什么东西都不能生存，它必然要叫苦要死亡，这是肾脏的主要一个脉络。那么第二步第三步调理皮肤需胆菊，他们一个上一个下是开，到回来是一个往下拉一个往上合，它是一开一合。脾脏又在两肋，有两个大络，左边一个大络，右边一个大络。它为什么调理脾脏？现在左边开动上下，和它都要用力。往上推的时候，从耳根往上推，要用力，好像举个千斤重往上举。那么右手往下按，就像按一个肘手。很大的左手按住它不能起来，要用力，上下都要用力，它是开的用力。那么回来合的时间呢，都要上面一反手，上下力气对准，这么一反手精神它这个气发动，那么手一卷往下坠，下面手一卷往上提，要用力，就像上边坠一个千斤重的东西往下坠，下边就像提一个很重的东西往上提，两个慢慢慢慢合拢，左右都是一样，这是上去要用力开，下来要用力合，你不用力合不住，这就是上下都要用力，这么是调理脾脏两个大络。人身上一切的气，那么脾脏是气中之王，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人的练这个气，这是练后天的气，不是先天的自然气，这要用后天的呼吸力量的。那么这是第三步，第四步，那么
左肝右肺如射雕，它这两部上面肝执掌吏，肝为将军之官，肺为宰相之职，肺就像跟一个丞相了的，他是善于能说能活，那么肺气能活五脏的气，但你要会用。那么肝气有抵抗力，肺气有活解力，他要练左边肝右边肺，哦，这就是左肝右肺这一切的力量都用上了，哦，两个手的任脉督脉，哦，阳俞脉阴俞脉都要用。那么你用一用心脏一动，那么五脏的气全部都动，就像人家就是说，五营四少嘛，啊，东西南北四营，中间有一个营叫五营，啊，那么这个肝肺一调整，大部分有病都是从肝上肯起病，因为人有些气不和，有些怒气肯伤肝，啊，有些一直不知道嘛，人家说酒衰财气嘛，那么酒衰财都可以都好练，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气上不好练，啊，小事不忍再生大事，一点都不一样。这个人家能忍着，可以活，啊，能忍着为德嘛，啊，讲究修德修德，德有些人不能忍，他能忍，啊，我们道家讲慈悲为门，方便为主嘛，啊，我们是这种。道理就在这里。那么第五步就挨着心脏了。第五步回头望举，两手撑直，像一个直线。那么身体或腿是一直，你看你练那个回头望举，你那个身体往前出，后腿前腿弓后腿蹬，他这个身体跟上身跟腿一直。那么两个手撑直往后看，它是交叉型，两个手的力量，两个手属于少阳，那两个腿的属长男，啊，它是太阳。那么少阳跟太阳相差，我们身上的就是立功或坎功，就是心脏或肾脏交叉，它处处是这样的交叉，它互相的活动，所以把心脏你所有的一些病它都能活动开。那么这是第五步。第六步，无劳气伤向后翘。那么无劳伤就是说，那个现在你们也知道，反正这个功法处处都带着有中医性的有中医性的原因。好，黄帝内经它处处讲阴阳，但我们这个功法也是处处讲阴阳。啊，我们练这个功也是讲阴阳。那么我们的身体两个手合拢，两个手合拢就等于两个少阳合拢了。它为什么从上边往下去？从上边先跟口，那么是西方妙女，一个少女属于口，属于内功，内为西方。啊，它先从上边从口往下。把这个气往上推到中轴，好，然后再两个腿用力，人身体往后拧，这一个脉搏是带动身上的带脉，带脉就在这个肚脐一周围，好，外边一周围，内里边它刚通七个脉络，通任脉、督脉、冲脉在中间，它也通，好。那么金刚功的第七步，啊，凤凰展翅周身离。那么凤凰大展翅，全身的筋骨、力量、气血、五脏、八脉一起动，啊，把全身上的力量全部拿出来了。因为在这个最后的话，要用一切的力量跟这个病打仗。也就像我们跟敌人对仗了的，到最后要把全身全部的兵力全部对付这个敌人，啊，看病就如同用兵打仗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
全身的筋骨，那么四肢展开，啊，尤其是两脚踏稳，两手用力，从左步开始往上转，往右边转，转三个周围。提两个周围是一逢阳，二逢阴，在天地阴阳之气那里边看你五脏的气全部调动起来，在头部分开，啊，两手叉开，两脚叉开，啊，那么先往从左往右，先往右转，啊，往右转，两手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两个手分开了，分开前头一个，后头一个，前面一个左手往右脚点，那么右手在后边往上走，上下上下结合，也就像凤凰的一个翅膀，前面这个翅膀往下落，后边的翅膀往上走，那么点三点，这个三点就代表精气神，就代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任脉、督脉、冲脉，这三个大脉络都带动，啊，带动我们人身上的气力，啊，腕转点下三次，然后上来两个手一起上，就像两个膀背一起开动，往上，从右往上往左转，转上三周，啊，第三周在两个手在头顶分开，啊，那么左手往在下，右手在上，往左转，啊，右手那么那个手在身在头一直的往左脚左肩上点中，但老年人要用慢慢的点，不要把伤扭把身体扭伤，慢慢的点，那么你的手是不会挨住地，但嘛一点一点的会到最后能会挨住地，因为你身上的筋骨都展开了，啊，这是一个大的运动，大的运动呢，就比如我们身上，那么五老七伤啊，一切的病啊，都在我们内部，怀有什么病，它都能打开，因为它全身上的脉都动，啊，反正总的来说，你病在身上，没有在身外。啊，把这个身上的病全部都活动开，啊，点三点，那么运动几遍，最少是五遍，七遍也好，九遍也好，那么你练乏了就休息，但练功的时间一定要吃过饭，两个小时以后再练，早上起来练就在那个太阳快出来不出来的时候练，太阳出来的高了不要练了，那再练那容易起火。太阳快落的时候练也可以，那么少阳光或少阴光两下相对，这是练周身的这个八步的八个动作，都在这一个工作上，都在这个凤凰展翅是最要紧的。那么第八步，两足顿顿饮食消，那是用的那么人身上前后督脉或任脉、冲脉或带脉，这四个大脉络是最要紧，啊，那么两脚尖，两脚靠拢，两脚尖用力，脚跟往上提，往上一提，督脉上，往下一落，任脉上，那么督脉上，任脉往下降，那么任脉往上升，督脉往下降，那么运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两膀靠紧，两手插牢。两脚并拢，两个口牙要扣紧，扣紧以后你再用，一扣紧那里边五脏肠啊、肚啊、肝啊、肺啊，它都有了准备了，它都不怕蹲，你不准备的话，一蹲它那里边它得起活动，它或者肠啊、胃啊上下蹲动，啊，自然要把牙扣紧，身体靠牢，啊，然后再用这个脚往上提，啊，往上一提，督脉上，往下一去，任脉上，它是一个脉络，一上一下，就像那个汽车两边两个气球，一个上一个上，一个下一个上，啊，是那个道理，这能去
五脏的嗜好，五脑七脏都用完了，然后这个两腿顿顿饮食小，就是有些人喝茶呀、吃烟呐、喝酒啊，这都为嗜好啊，他能取这一切的病论。这八个动作就代表八个动，凝结五脏之气，打退外来的病气，所以他这个起病就在这里头的。道教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教，我们又是炎黄的子孙，我们为什么不爱护自己的祖国，不爱护自己的人民？我们人民的幸福要从我们人民身上发展。现在为了传这个功法，社会上的病人太多了。过去有一句话，过了九月九，大夫搞抄手，大夫根本没有病治。现在为什么东东下下这么多的病？现在各大处小地方，这么多的医院住不下。那么现在人吃五谷带百病，那么就凭这个五谷，人都不知道这什么是五谷啊。那么五谷凭着我们这个粮，他们又说这个麦、穗、谷、稻、玉米，这都是算一谷，叫活谷。我们玄谷就是树上结的，是那个柿子啊、苹果呀、梨呀、什么香蕉啊，这都是树上结的东西，这叫玄谷。那么筋骨就是吃完完啊，那么西瓜呀、北瓜呀，这不豆角了这么长的吧，吃完完这叫筋骨。那么水骨，那水里都长了很多的东西，莲藕、莲菜还有菱啊，还有这海里都长的这些东西都叫水骨，连水也算一骨。但我们没吃五谷以前，这么已经打上药了。那么它为什么长出来就打药？你比如说现在树上结的很多东西都是打药防虫，那我们吃的这个果子它是带四季之气啊。你比如说苹果从冬天就发芽了，从去年冬季天它就慢慢的长芽，长出来的黄芽到第二年秋天它才收束。那么它里头打上很多的药，你说你不带病？譬如现在我们种菜种啥，打这药长得快，打那药长得快，这五谷之间我们就吃了很多的毒性，所以这越来越病越多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功法拿出来，它能消除很多的疾病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这是我们出家的宗旨，以慈悲为主嘛，以方便为门嘛。那么为什么说十道九医的十个道人有九个会看病的？大概我都讲到这里吧，往下大家练功好好的练就可以了。